哎，真的好热。我们后面的可以往前站一点，我刚刚帮你们测过了，中间这一圈音场最好。站站站。大概就是我这样45度角这样子，音场超赞。好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，道谢先生？哦，我们的市长黄龙斌先生。哇，这里是卢秀，哎，我的同党，哎，对吧？跟我同一个党。去死！对，没错，说得好。那个来点掌声给回响，好不好？这是回响班的新生，好酷的。对，那虽然主办人昨天在跟女仆 happy happy。对啊，我们的没有关系。我们的回响老大 ，A.K.A. 张佑琪啊，他现在在 P.A. 台在那边，大家来点掌声给他吧，要辛苦的回响。辛苦了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有，大家玩起来吗？讲什么？在玩什么？你要玩什么？哦，就很一样，就是。那种不好玩。他想跟女仆玩起来。没有。OK， 这首的话，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有我们的 Live Station 的影片。那大家如果有想要配着视觉的话，可以到上面看，或者是你可以录下来，然后就可以一直看着我们。后面是什么？我也听不到哎、欸。后面是说，就是录下来回家自己看，但感觉蛮奇怪的，好哦，这样子。不啊，我觉得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不想让大家听到。OK， 接下来这首歌就和你一样。再次确认我们该有的模样，重复发言之后吧。就和你一样，所以当
日的悲伤所伤，至少还残留着恍惚的